我们今天整理的白翔艺术大赏，号称是韩国影视圈的殿堂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点评一下，很多是死亡之组哎，讨论最高的是女子最优秀演技赏，入围名单有孔晓振、金惠秀、金喜爱、孙艺珍跟艾瑜，小虾米对大金鱼哎，我觉得可能会是，结果一个都没中，我直接生气到把笔摔出去哎。